好，小姐姐，请问你是属于什么性格的女生？在外人面前应该是比较文静，然后比较安静一点的。请问你身高是多少？1.65米左右。你觉得男生是喜欢可爱的多一点，还是性感的多一点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吧。我觉得遇到喜欢的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应该都会想去争取的。你谈恋爱的话会注重对方的学历吗？还好吧，不是很注重。你对自己身体哪一个部位最满意？嘴巴。喜欢直男还是渣男？喜欢认真喜欢我的，无论哪种都行。给未来男朋友或者现在的男朋友，你想说一句什么？希望你不要抛弃我哦。好的，谢谢。可以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